好，我们到第四个观众朋友来欢迎支持的话，咱就要倒转来第三段，伊愿甲咱吴国安先生来啊来讲这这块金碗，拄只在讲迄个台语的所有价吼，敢那一个我都咱伫个节目中间讲过 N 加 N 次安尼吼，啊都拢永远拢讲袂透，讲你认为讲咱啊语言的迄落变调是对咱语言是一种保护啊，啊毋过。咱的语言啊变调，咱就会到安尼，感觉咱的迄落语言加足软弱，啊加足有迄落有符合伊的迄个活泼甲生命哩。迄是人讲北京的人嘛，讲有北京的真有味啊。讲法国的人，听法国的老白菜啊。你有听落Lesson？ 最后的一课吗？啊，没有。最后的法国这個。安萨斯啊，安萨斯要告德国人啊，明仔早起就袂使讲安萨斯话啊，袂使讲安萨斯话，所以迄安萨斯的人吼，老塞啊，听到阮安萨斯的老塞出来，遐尼水好，全世界上好听的安萨斯话啊，日本人嘛讲伊的话上水啊，北京讲伊的话上水啊，但伊讲咱的话上水啊，绝对吼，迄唔是要惊。要怕是說你要安怎傳下去，安怎教的人教育上要安怎用就對了。現在咱台語的變調吼，我直接安尼講，一外口我嘛安尼講，但是可能台灣敢若我安尼講。就這個陳玉芳的啊，講，你安怎講都冇咩個差別吼，最後也是死啊，無效吼。這問題是說咱安怎才會來提出這個問題呢吼？就是咱有两个报复，两个报复啦。这两个报复，咱讲叫做 minus 哦，负的迄落以上。负的以上指的是这十五元钱。太债务啦，嘿。这十五元钱，咱不再来讲这十五元钱，吼，这变调，这七十条、八十条，吼。佫一个真大的迄落，我安尼讲起来，无得上帝，明仔载来阿妈。就是教会表的文。即咱袂使开讲教会，迄是传统安尼创啊。是。教会伊嘛是根据传统，传统人安尼想，伊才去安尼去写啊。迄个教会所以咧即摆咧讲吼，是咱台语内底有足大分量的教会白话文，吼，比如讲就白话字啦，吼，白话字。即个白话字的书写方法，就是照汉语的本调，中国有时话，譬如讲学校，咱比如讲学校，伊就写学，啊画一画，即爿校，安尼啊，啊读出来，伊就安尼再来，即爿也变，即爿也变，啊再变读出学校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对。即个负担，吼，啊甲即个甲即个国际语言学内底所谓个文章学文章啦吼，怎么样写文章，啊啥物或者字，拢违背。拢违背，咱只无客气安尼讲，安尼违背，安怎讲违背咧？国际上你看，无论倒一国啊，包括阿拉伯的迄个倒位迄个字啦，吼。所以号做字的符号啊。符号伊爱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伊的发音、意义、发音甲意义，甲所表达的意义就对啦。爱确定的，爱确定。爱确定啊！啊，即款比如讲，哦，现在咱所认知的这个，哎，叫做学校或是话，啊，就读作学校，这个是无确定啊！啊，你都明明讲写学校，啊，狗来读学校啊，敢不是安尼？比如讲一只狗啊，吼，一只狗啊，只狗啊，你写出来是写狗啊，啊，明明你写狗啊，啊，狗来读狗啊。你这是你的符号，你的符号做文理的时候是无确定的，无确定的。伊有你文理以外的发音的因素之下，互人无法度去。所以你要学台语的时候，你就搁学遐啦，搁捌遐啦。你爱知影嘞？假使台语若变是个固定的，是有其他的语言的时阵，你一世人看了。一本册摕起来，你就随时想讲，啊，这伊会写两，我来读三；伊写四，我来读五，我要记晓啊。
怎么有这款文理呢？全世界没这款文理，就是你写字就读这，写字就读那，而且伊的意义是确定啊，哦，文理的发音确定啊，安尼才会当做一个文理。嗯，哦，世界无伊就讲，啊，我写三啊，这不是的，你啊读四呢？嗯，就造成代志，是安怎？他一定来安尼。好、哦嗯，啊，一定了，安尼就是讲你中国学一位啦，你学一位都安尼，哦，这边都含，哦，啊，这边都高，啊，这边都暗，啊，什么是安尼？哦，搁一个问题啦，音啊，嗯，音啊，音呐，音啊，啊，这边是音，哎，音，是音，哎，啊，这边是啊，哎，啊，这啊，刚才才音啊，啊，就这句话，这里明明你要读，你要给他写音啊，啊，我是读音啦。我咧讲就是讲，他唔爱安尼，大家唔爱安尼，拜托拜托安尼吼，啊较好心咧，啊个，救救我们的小孩。嘿，伊个囡仔，你来教安尼，他，没他。他个头壳空气哦。对。嘿。啊，就好啊，拜讲迄种，我这个吼，我这个讲安尼，无大意吼，接不接不落个啊。嘿。哎，这款动物啦吼。嗯。你若教我，我咱就爱咧一堂两堂三吼，无法度。事实头啊，即马这方面注重这方面的人，伊讲，他都真简单了解一下，无简单。嗯，我咧讲话听，咱家己写的吼，真好读啦。咱家写文章真好读，咱家己写的，佮无字天书，佮切切的，咱嘛爱记。对。啊，叫别人读啦，无人读啦。啊，着人着看无你。哎。这个问题啦。嗯。啊，这个问题，咱一直强调讲，吼、哦，这是对台湾的一种偌大的迄个负担啦，足大负担啦。对。啊，咱家当作讲，这是咱的优美的咧，啊，传落去囡仔，啊，逐去对咧教囡仔讲，变调啊。嘿。就刚刚讲迄落啦，学语言是一个真快乐、真享受的这个代志。但是呢，啊，一挂人拢唔知安怎，伊特别聪明啊，是安怎吼？啊，伊就来想讲哦，强调迄个变调安怎，将迄个囡仔，也是讲大人，也是外国人也好，也是咱普通的人，想要学咱的台语的时阵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无变调着，迄、那个唔对，啊，你讲的台语安怎，迄、那个无标准安怎？变讲一粒大石头，甲挡迄路的安尼，家己摸一粒大石头，予伊安尼袂当安尼顺顺啊过去。咱回话的时阵对无？是啊，回话的时阵难免啦。嘿，回话时阵，譬如讲，比咱只讲讲台语的人，吼，回话时阵有时啊，迄个，假使讲迄个语感吼，嘿，也无同，吼，这是无代志啦，这无代志。吼，譬如讲讲的就是更加无标准来讲。啊！你进步下来，飘出啦。所以咱去学日本话嘛是同款啦。日本人听落，你咧讲日本话，嘛伊在讲嘛。咱这个听落知，你唔是日本人。哦，迄无代志。即个问题是教学，问题是教这唔是无飘出，有飘出的问题呢？你敢写出来文理啊？大家人写的拢无同款。唔是大家人写无同款，大家人写无同款，那是另外个一个问题啦。迄到有一个时间，伊就会走个一流去啦。伊就综，综合落去啊，啊，总括起来算，假使那总括你变讲爱变调的这套啊，我就死啊！啊，咱个囡仔吼，无啊，即马，你叫李万天来哦。李万天就拢要你教个啊，读个上好个嘛，伊嘛无法度读啦，无法度。哦，你别想我一句两句无问题啊。规本册一本册，哪有十万字个算吼？你该讲啊，你看了迄，你绝对唔是读这字哦，啊读多这字哦，大家变变变变。你只是应该变调，所以讲你无变调哦，你唔对哦。嗯，吓，对吧？唔是无变调，唔是唔对呢，无变调全唔在你讲遐啊。嗯。哦，譬如讲，伊是只狗鸭，吼，阿妈来甲你讲，我看了一只狗鸭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对袂啊，对袂，我伫楼下咧来时阵，下头走出一只狗鸭蛋。啊，你讲对啊。啊！你啊，介讲这唔对，这爱读狗啊！啊！你若甲我写讲狗啊，啊，我实在狗啊不对，你明明写狗啊，你讲我读狗啊！好，我咧讲的是这个代志，对啊。是是。啊，这个就是其实是最好解决。啊，一顿茶搞笑去啊！其实是真好解决啦，吼。嘿。咱咧问题是讲，咱拢吼，固执，甲家己捌的强调。嘿。
好，家己把你强调，坚持己见呐。啊，搁再就是讲，甲迄个意识吼，拢无转变啦。啊，有时啊是讲，哎，人个古早人个大概安尼啊，吼，哎，都造成个呀，造成个什么倒歪就是倒歪啦。讲伊来去讲，大家都讲，啊，人大家都讲安尼，你干来讲，你干来要讲讲无讲讲，安尼，这个问题啦。啊，咱那是讲吼。我算较有话啦，啊，足侪少年的，我讲少年的应该你很有创意才对啊，现代感的语言感是对啊，对啊，安怎袂变啊？安怎袂变？必须爱变的就爱变，爱放电杀的就爱放电杀，爱放电杀，吼，其实是台语的这个，你讲变调，变调是这些的语感咧变的难免啦，做一国的语言，北京伊嘛有这个问题啦，但是你无。强调你逐句都爱变，哦，逐句变啊！啊，就比北京语内底讲咬文嚼字去啊啦。不是咬文嚼字，咬文嚼字还好。哦，咬文嚼字是讲你讲迄个语言在你，根本你是你就讲，你来讲翻出来，讲较歹听的吼，白擦啦，哦，白擦你啊，啊，你写这跟我来讲这是两，写三跟我来讲这是四，哦，世间哪有这款问题？嗯，就没这问题，哦，你要提来做语言的问题，就是这都这两都两，也有个确定性，对，啊，意义也确定，嘛袂使，比如讲我写这里放了吼，啊，你讲我这里不是干那放尔，我当也使用哩，啊，让我啊里面做它，啊，这破音字啊，这个当了当啊，塞的塞，对不？无迄个人都有破音字滴个啊！你破音字，伊破音字就是破音字啊，破音字是音无同啊，音无同是啊，对哇！啊，所以台语个问题就个过去一些啊，佫足侪吼啊咧，就唔知怎迄个是讲台湾人个即个说语感啊，佮迄个创意实在是遐尼无嘛，是啊，啊无法度离开迄个，无法度离开迄个古早人，讲个迄个嘛。哦，安那安尼台语无啥叫，无啥正道。啊，所以恁即摆咧讲咯，嘛最近咧讲这个叫做台湾的这个叫做语言吼，发展法吼，啊啦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无这个。好加载，咱的这个台语无定做国家语言，定落来是。台语无定做国家语言啦，你。对国家语言，他是跟你讲，这是国家语言一种的象征性的啦，还不要紧啦。啊，那跟你定做通用语啦，啊，你骨卡说出来啊。问题是，卖讲伊在讲国家，咱都无国家。那有讲嘛是中华民国嘛，唔是咱的国家。对啊，迄是无些问题啦。系啦系啦。对啦。系啦。我吼，刚才讲听迄个黄老师，刚才听迄个陈立泽啊。你看伊伫。莫讲电视顶悬演讲啊，或是四界安尼说，人伊个台语听，互人听到着伊个语感吼，迄个亲切感啊，迄个转换啥物，拢足顺的，足好听啊，足一新的语速伫个遐安尼，认真来听哦。哎，这个有学问。唔是对啊，啊就是佮照安尼讲安尼写啊。比如讲，讲嘴剃开。啊，嘴剃开。啊！写啊写，嘴剃开才对啊。袂使你讲写无共发音的，啊！你教人来教你读安尼啊。都你讲狗啊、猪啊，拢共款啦。猪是只猪啊。是只狗是狗啊。啊，是只猪吼。啊，若猪啊，啊猪啊，都爱写做猪啊。你袂使加写讲猪啊，啊狗啊，就读做猪啊。啊，我就无法度啊。哦，啊！你这也别解问，这是全世界多一国的语言都是同款，都是同款。伊要表现这个符号，发音啊个意义爱固定的，啊，这是这在变文，哦，这在变文章，啊，人才有法度根据你写的字来才有法度读。哦，啊！你要想想一个国家的是，我这怎好写？我说。你好写，我就排到了。哈你好写，咱认识讲，咱今仔日所写、所设计的写，是要设计给别人看的，给咱的囡仔看的，对不？
啊来找我这个老头子对不？我等于死了都无，我不搞无关系啊。嗯，对不？都未使安尼想哩。对对。咱今日写的部分，写的所要设计，咱唔是为咱设计，是为咱的囡仔，为咱的后代的人。哦，有所有的台湾人，甚至讲唔捌台语的人来看，我那有法度读。嗯。安尼。安尼唔得。一种方法。对，哦，不用讲，啊，你家己写个，我家写足好势啊，哦，嗯，就，安尼无够，安尼唔是咧建设台语，嗯，安尼台语要做一个标准语，啊，要做一个这个叫做，假使要做一个通用语吼，嗯，无法度，无资格，所以假使咱家己感到，无资格，唔是讲你偌济人咧讲偌济迄落都。就安怎就对啦，啊，咱袂用讲，哎，我人这就是安怎，因为你人这你都无法度表达，无法度写文章，无法度教学，无法度迄落，所以就迄落，哦，啊，足侪人话，我哪会袂啊？我教会，我写，正常唔是干咧讲教会。教会，全国教会剩几万人。正常唔是干咧讲教会啊，其实吼是台语的，多一个其他的这个系统啦，莫讲教会啦，譬如讲这个通用啦吼。还是讲铁路拍啦吼，拢赶快来进行啊，拢赶快来进行啊！因拢是我咧讲啊，迄一句一句的汉语的组织的，照汉语组织的一句一句去标写迄个写调，啊再甲人变调，拢是赶快啦，唔是甲来教会哦。哦，人唔好讲我特别咧讲教会，唔是安尼，伊拢赶快。咱即摆咧讲啊是讲，敢袂使你大家安尼退一步，用较现代的。咱说台湾的一句话啦，哦，啊，若无用就看别人啊。嗯，有用家己想啊。啊，无用才家己想，啊，看别人，若有用就看别人。有用才学用啊。别人若有用，咱有别人的用啊。系啊。所有全世界语言，无人比如讲写 A 啊，跟你学个 B 啊，嗯，啊写 C 跟你学个 D 啊，台湾，台湾，A 就写 A 就读个 A 啊，写 B 就读个 B 啊，写掉。哦，写写高了，才是高；写高啊，才是高啊。哦，不是写高啊，才是高啊。好，啊，台北啊，你写台北，啊，干啥说台北？台北你写台北就好啊。嗯。为什么咱要写台北？台北对啊。台北你写台北就好啊，大家听个台北。好，我讲听嘛台北。好，啊，你即摆你讲啊，这是讲迄个。罗马尼方面哦，跟汉尼是无关的哦，汉尼都台北啊，都两字点点啊。罗马字是一中啊，佫加画一竖安尼，画蛇添足，北京语讲的，就迄个问题，互你去区别出来，台北，啊，台北，台湾，啊，台湾啊，你讲台湾啊，好，我。迄个小区，台湾就台湾，啊，你改一下对啊，改一下，让大家较方便。嗯，好，而且我们其实台语的写，你感觉足困难，其实个个无困难。嗯，迄罗马字怎啊怎啊，三十几年了，三十几年两个月，他都在写啊，在写，在写，在写。哎，有啦有啦，都真写怕啦。两个月他都写在写啊，啊，过来汉语吼，汉语不要紧，汉语吼，咱哦。咱后下来讲汉字吼，啊，其实汉字最简单嘞，今年就甲规定啊，加三千字至四千字，大家都捌，都未晓比较就会捌嘞，三千字至四千字，啊，定做创行字，安就 OK。对啊，对啊，是上用会到的啦。对对。用会到的，你字文字就是安尼，你愈用，你会愈快、愈熟、愈熟，安尼。安尼好啊，明年就好。哦，迄个孔子才会晓，迄个字。免伫遐咧争啊，安尼，啊嘛免为着字吼，一暗晡困伫遐咧拼字顶拼啊拼根拼袂停。免啦，你大家都捌的字，写起咧三四千字吼，做上用字安尼，都 OK。是啊，唔免讲为着一句话也是一个字吼，你都爱熬夜卖困安尼，暗时唔免困安尼，安尼落去。啊，其实第一这个问题吼，已经不止你敢想啊。嗯。哦，你袂当讲啊，要达达来啦，达达来，你等于无机会啊。哎呀，你久在锁啦，哦、啊锁久了，啊骨卡就还造出来。对啊，你无机会就失去了，对啦。是啊，是啊，嘿，好啊，今日就感谢我老师哦，伫淹落来这个
淹落来午后，淹落来下晡时安尼哦。啊，咱大家吼，就身体要保重，啊，健康快乐。这个滚水爱加啉寡，啊，讲爱啉拿轮烧啊，拿轮烧的滚水讲上好。讲天气愈热，啊，唔通啉冰水，听安尼讲啦吼。唔知有影无影吼，啊，提出来做者参考安尼。感谢各位收看。